去超级远的地方，台湾非常非常北的一个地区啦。其实我本身是不会游泳的，很多人都说潜水这件事情你不一定要会游泳，我有一点点害怕踩不到地的感觉，反正总之就是要尝试才会知道，所以我们做这件事。那呼吸潭也是第一次尝试，对，但是我们没有在害怕的，非常的想要赶快下去了，等一下来看一下咯。OK， 那就敬请期待我们之前体验咯。对，你拉链是拉反的啊？对，对。你知道那个小魔女哆瑞咪都会这样。恭喜你要成功咯，没人想知道。欢迎。是这个，是这个音效吗？好像不讲大家都会知道。那你有吃过那么多盐巴吧？哦，好咸耶，跟吃盐巴一样啊。好了好了，干嘛？有啊有啊，一直趴在上面啊。那为什么这样这么耗费力气呢？因为你觉得很紧张，所以你全身很紧绷，然后上浪就一直上上下下，你就更想抓着浮球，一开始就跳下去，
视老人的部分。好玩吗？好玩，现在都不讲话啦。现在刚刚不是话很多吗？下次还会再来吗？再过一阵子。你看，难怪我觉得好像呕吐。哦，有可能是垃圾啦。你怎么长这样？我也挺好玩的。算好玩吗？我觉得算非常的不错，因为你会看到很多鱼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已经是跨出很大一步的体验了。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脚踩不到地的感觉，但是反正我就努力去做这件事，我就跨出了一步。总之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体验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必须要慢慢来的，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来尝试看一看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海水真的太咸了，很晕啊。还有看你们涣散的眼神就知道了，我已经太累了，太累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非常感谢我们教练，他们两个非常好，细心的指导我们，还有许君玉在旁边。赞了哦，赞了哦，谢谢大家。不是取笑吗？我在旁边取笑你们，听不太到你的。好好好，只听得到鼓励就对了。我当错是鼓励。OK， 没问题。谢谢喽，拜拜。秀秀，你可以做一次那个潘州丹吗？潘州丹。啊、哦，潘州丹。我来了。其实已经做不起来。